离开学校300多天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悟就是，群体这件事情是多么得来不易。大家还是学生吗？举手，举手，举手。有些人就是心虚的笑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也不是学生。然后就是觉得长大这件事情，会发现寂寞很容易到来，然后很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群体生活啊，就是你如果没有努力去维系的话，就会很容易消失不见，然后你就会自己一个人，就像四散的烟火一样。本来在同一个学校长大的朋友们，全部都迈向了各自的梦想，追求了自己的不朽，但是就是会留下寂寞的男孩。写这歌，把自己讲得好可怜。没有，就是其实现在今天我们，今天跟介伟还有白虎，我们一起开车下来，然后就是体验那个开心的群体生活，这件事情真是难能可贵，大家都要珍惜身边的好伙伴。大家给白虎一个掌声，他今天负责开车。开车了，对，今天开得很生气，因为车子很多。好，有收录在我们这张 EP。这是烟火，看到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想家。